奶奶就种番薯吗？是啊，你们回来了。嗯，放学就回去写作业吧。知道了，奶奶，你把弟弟放下来吧，这里好多蚊子。快点啊，你带他回家要看看他吧。哦，来，来弟弟。奶奶干嘛没种番薯？种是以前的番薯。走，妹妹，我回家写作业。你看弟弟，我煮饭吃。来，这个嘎是回去煮。好多蚊子咬我啊！知道了，奶奶。妹妹，你跟弟弟玩哦。走，弟弟，我跟你去。来。奶奶要摘几个黄瓜回去煮。摘几个都可以，带回去。回去给放朴树楼供养。好的，奶奶，那我摘三个回去吃。奶奶种的黄瓜很大个，特别是这个巨大。妈妈想吃黄瓜吗？我也要。弟弟回家了。那我拿小的来吃，大的来煮菜。奶奶不做了，在哪里？我要喂鸭了，在那棵树上。哦，我知道了，就在那里。鸭子吃饭了。该煮饭了，还有一点剩饭，够了。脸上一擦，放点爸爸的工厂里面的油，特别香。放一点蚝油，放点鸡精。放一点葱，放一点就放进去。放几个鸡蛋就可以吃饭了。